兴呢，大家从各地呢来到我们啊心灵的故乡呢，啊，大家要用心的去体会，啊，要用心在当下。上人也希望我们大家呢放下一切烦恼，啊，用心当下，啊，希望能够进入宝山呢，不要空手而回。也希望各位实业家呢，你们都是在社会上、在国家上都非常有影响力，啊，你更要呢福田一方呢，我们邀天下三世。静书生活呀，这回呢是十个国家，每一个国家的企业家的人士，那汇集来五六百人啊，那你英语当时动员呐，嘛那个四百人，应该讲。用要教甲一个背一个，迄种服务的精神呐，迄种要安怎样甲咱的心，用伊当时是安怎做，安怎的经验，安怎认同组织，啊，如何投入？投入呢是安怎精进？将因内心呐、啊，因家己的本心典范呐，安尼来陪伴过来。我们以前觉得要做大爱的事情，必须是我们有钱有闲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现在觉得要做大爱的事情，其实就是从我们现在身边的点点滴滴开始，只要有行动，我们就是大爱的一部分。完言了后，等下静下，我再度分享，也甲这企业家提起了，讲天下灾难偏多，看到大家人呐，拢是企业家的人士，生活富有，互因看看。在现在啦，非洲有三个国家受遐尼惨重、真惨重的灾难，救灾呢是非常非常的困难，因所受的灾情呢是。非常非常的严重，这呢三个国家呢拢是真真正正最贫困的国家，那就是马拉维、辛巴威、莫桑比克。这一波的灾难摧毁掉了人人。真感动的，咱南非也是一群的，生活不是富有，就是呢，不畏辛苦，经历了真多的危险辛苦，因到位去救灾，看看真辛苦。已经暗时啦，行对迄个草丛过，那车呢落对迄个泥土泥泞的内底落去，安尼呢两台车拢落落去啊啦，伫迄个所在塞袂起来，那天光还是赶快再倒流，这那无专心一致啦。早都无法度再前进，这就是专心，不是干那坐咧都会当做代志。前进呢是爱克服真多困难，那就是将一颗心
开始哦。所以，咱爱知呀，方向伫倒位，地基所住啦，傲意空寂哦。那就是讲咱的心啦，方向伫倒位，咱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，这也是同款，是心内的清净，是形体上的清净。菩萨在那个所在，因跟安尼苦难的地方，动成因的道场，这就是因的道场。众生的苦难，就是菩萨的道场啦。所以菩萨最坚固，那个所在就是因最坚固的地方。那因底下，搁在为人说法，何欲人当地呢？一灾民，灾民来帮助灾民，同款都是苦难又受灾的人。主宰人用法啦，去感化，去辅导，去鼓励。有钱的人出钱，有力的人出力。在那个所在，要把真多呢的爱啦，无力的人点滴嘛，要把汇集落来，让大家人真甘愿，而且呢，投入得真欢喜。这，敢是最精最顺的说法呢？真正人间。实际修行是受尽这么多的艰难，所以刚刚就会去想到那些人，真的是很佩服。这就是向着企业界的人士提起来，让大家人看一下结果呢，最后也未少位说，好，这样我也要管啦，管国际救灾来帮助呢这些贫困苦难人。这就是开发爱心，这就是我们要真用心开发人的爱心。我们也更爱国债去给真多困难，去为天下苦难人付出，接引爱心的人来帮助苦难人。所以真期待咱会当来呼吁予搁较济人好好的用心富有人家的爱，来当启动因一念心啊，因呢也会当增福，会当祝福啦，增加因的福业吼。那安尼呢来帮助人，修行的人爱搁较精进，爱向着完善业去精进。好善呢，永远无止境啦，咱爱用心。精进不退啦，世间所有的法啦，在咱呢以众生苦为道场，咱就会当看到真多法，拢是伫这个所在。因为佛陀所讲的苦集灭道，拢总伫个遮，人生苦难偏多。咱的菩萨去啦，就是要去为因说法，除了帮助，真心帮助，还要呢说法因。有钱的人出钱，有力的人出力。啊，恁在苦难中，啊，搁都要用欢喜心去帮助人，这是偌呢真无简单的代志，所以咱爱用心。大家人
真真正正为这一群菩萨的佩服，啊，为这群人祝福，真正咱来为因安怎样增加力量呢？来多为因付出，这就是咱人人安怎做做会到，爱多用心啊。